find another. They spotted me. I'm taking shots. I made the right choice. Recharging my shields. Here. I spy. Quick, here. Reloading. Patching myself up. Enemies reviving here. Reloading. They spotted me. I'm taking shots. Okay, 应该没什么差了。阿摩要打一般吗？我要热枪。要吗？要吗？没有。可，没嘞。还是其他人要打？ 一般，嗯，你可以问他，就是，可是农庄啊，找一下，佳佳，你还在跑安装？为什么你要跑安装？糖珍珠奶茶叫什么？你的 ID 叫什么？找一下农庄的定义。 浓妆淡妆的定义的差别哦，浓妆的妆容注重清透自然，让素雅的五官带出清新感。相反，化上浓妆会有一种小孩子在穿妈妈的衣服的感觉。OK， 浓妆的眉毛颜色会画得很粗，然后很深，然后淡妆画的眼线分为眼线、眼影或很轻，不戴假睫毛，唇妆会粉色系或橘色系的口红，眼影画得很夸张。哦，浓妆的视觉冲击强烈，比较强烈，淡妆比较柔和。 我睡觉。哈哈，这样算浓妆了，算。那已经是浓妆的定义吗？我觉得那个算是那种有点，已经是舞台妆啊那类的了耶。所以让。